你们家人给的钱只够你俩活一个。大宝，我爱你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亲爱的，你走了，我怎么活呀？那是的，这家伙吧。哎，憋不住了啊！三局两胜。哎，憋不住了啊！五局三胜。是那根干枯的家伙吧？最后一次，我建议你不要出石头布，否则老娘跟你分手。滚！毛毛的高了，我真的高不好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吧。行了，不要说话，老裤子，这种女人。帮我过了，别动！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。我有两个馒头，一会儿拿给你。我不想吃馒头，我想吃外卖。我在绑架呀！你要吃外卖？那你饿死我算了，赎金你也拿不到，还反死嘴。我给你点碗热干面。不行，太干了。点份粥。太清淡了。麻辣烫。哎，你还是不是绑匪了？想不想要赎金啊？能不能点点贵的？那你想吃什么？随便啊。对，我来烤鱼。吃太多了，烤肉太油腻，火锅太辣了，披萨不减肥，肯德基不健康，来烤鸭，鸭那么可爱，你竟然吃它？那你到底想吃什么？随便啊。我错了，我胖了，你走吧，你自由，慢走。太饿了，走不动。那你告诉我你吃什么了呀？随便啊。最讨厌没有主见的男生。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，让你拿时间过来。你怕什么呀？他是不是个男人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了嘛？你不要一吵架就冷战嘛。哎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就直接说出来嘛。你说的啊？你刚才你还敢指我了？你翅膀长硬了是吗？你想逼我发火是不是？哎哎哎，先别碰，听我解释啊。我不听。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不听。那你总得告诉我，我买什么爆口，你才原谅我呀、啊？哎，我想要那个是。我不听。我什么我？你什么你？我是绑匪。绑匪了不起啊？找死啊！我曾经发誓我从不打女人，但是我今天不打你，我对不起我的职业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乐，我一定帮你把男朋友救了。现在就去了。我太难了。非逼老娘发誓！美女，你们两个账户给我打赎金已经算了，你竟然给我算错！90,900+100不就是等于100,000吗？你是头猪啊！那我问你啊，785,8482加上584,8488等于多少？这我哪知道？同样是加减乘除法，我们都答不上来，你凭什么说我是猪啊？你还挺能扯啊！你有本事再说下去！哎哥，不要啊！你要是厉害，你怎么不去参加心算比赛呢？事实上，我们都不精通心算，你这不是50步笑100步吗？你骂我不就是在骂你自己吗？你考1分和考59分都是不及格。美女，我错了，我是猪。你要是说完的话，我们这样。没有，科比曾经说过一句话，第二名是最大的失败者，所以你并不是比我优秀，你只是比我更接近失败而已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该听你的，还要啰嗦多久啊？这还有人等，才个半小时呢。哎，那里了。从龙王医学的原始社会到科技发达的今天，人类为什么总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呢？哎，他是不是说完了？啊，这回这么快啊？我刚才喝了口水，我现在继续啊。男朋友把我绑了，赶紧拿钱过来。你不要伤害他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50,000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这就是抢啊。那你给个折扣。你当买菜呢？讨价还价的。大不了报警，你们同归于尽，反正我没事。怕你了，九折。那我报警。我今天第一单生意，不能再便宜了啊！8折。我说哥，你卖这么贵，能有回头客吗？你好歹说个价，不要让我太亏就行吗？你做买卖也不容易，我也是诚心要，一口价5块吧。啊？不带你这么砍价的，我绑你男朋友邮费都不够啊。那10块吧。我看你男朋友挺顺眼的，6折怎么样？不行，我男朋友平时对我也不好，又不好用。我本小利薄，还玩命的。那20吧。你总让我吃口饭吧，我请到他才做买卖容易吗？我这可亏本给你了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以后记得介绍朋友过来给我绑架啊。哎呀妈呀，给高了。现在生意不好做了，挺不值的。你在你女朋友那就值250,000，你说啊？我现在涨了，涨了，不，就是要涨。你们家里人给的钱只够你俩活一个，做个选择。大宝，我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我是想说，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，还是你走吧。亲爱的，你说我总欺负你，你还对我那么。
么好，还是你走吧。等等，如果他习惯性对女人这么好，换了别的女人他是不是也会这么做？那对他前女友也是不是这么好？那他到底更爱我多一些，还是爱他前女友多一些？还不知道背着我做了些什么事呢，差点被他楚楚可怜的表情给骗到，演技还真是好啊，还好我聪明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啊，你就在这里给我待着吧，渣男，哼。咱们都高了，有些女朋友太高了，但你要有女朋友，你就会明白。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做绑匪啊？